3年前，2012年的5月16日，您讲起台湾文学字幕的。 国宝级别作家钟小珍专家苏念希九十六岁，钟小珍先生提高成绩前一年，伊又参加台湾是龙潭区的钟小珍文学生发展期的规模。做了多也高成多几年，已经系3年的时间，大家都很规范念伊。可是伊任期每规划被纪念活动，还有人才培育的计划，而发用钟小珍先生为台湾为客家实现大饼的精神。 钟小珍先生3年前喺台湾2012年5月16日嗰时呢，更是喺苏念96岁，而喺台湾台湾的七家老卡，虽说也出专家辈，可是以观众外有几多嘅粉丝，系几多嘅人规范念伊。总统蔡英文未喺我诺钟小珍，而但唱喺云坛嘅中落，未喺台湾嘅中落。桃园市政府每位屯钟小珍作品。 编作全集，总共38册来出版。文后台年做的系钟小珍嘅文史当中，来了解战后台湾文学嘅发展，还有啲长。同时，钟小珍对台湾屯土地嘅热爱。今年钟小珍文学生发言期，每规划办理嘅各种嘅纪念活动。